板和虎骨的价格在市场上水涨船高，狗熊和东北虎的命运已经变得十分的悲惨起来。长白县十四道沟的村民金雪天是这一带很有名的猎人，在多年的狩猎生涯中，他根据祖上传下来的捕猎本领跟踪潜伏和捕获各种猎，每次进山他都能够有所收获。金雪天自己说，从前他家里有三本记载着古时候山里人狩猎活动的书籍，这三本书是用一种特殊的符号记录了猎人捕获每一种野兽的过程，包括捕猎时的季节、动作和具体时间等。由于书中描述的都是捕获猎物的事儿，所以书的名字叫《高戏》。根据这本书中的记载，金雪天可以用声音和面部表情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野兽语言，他还可以用怪异的舞蹈动作向人们展示着获得猎物后的高兴心情。金雪天老人已于五年前去世，他家中保存的那三本用特殊符号写成的书也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毁掉了。现在村里再也没有人会跳这种古老的舞蹈。金雪天长眠在鸭绿江边，他带走了他一生的传奇，就带走了那神秘的